子火。对面 NS 二线队，妈给点力啊！别他妈跟傻逼啊！我他妈的还带了两个黑客呢！我操你妈！就这么点血量，进城。不在南边。城在哪边？我在想。啊啊，搜过。都跟着我跑，谁走散谁滚蛋。找到。从左边进去，大致稍微慢点，稍微慢点，后面后勤跟不上的，先杀左边那个，行 ，uplink 补一轮，我他妈手把手教你们，我操！进房子，进房子，进房子！谁跑到红线去了？把他们前面的那股部队那个消化掉，冲上去，冲上去，冲上去，冲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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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Oh fuck！ 转角遇到痛点，我换重点了。哎，你们又他妈在哪里梦游啊？一帮人在这里搞毛啊？脑子有病的，你们真是！人哪多往哪冲啊？这点常识没有？扫描，扫描，扫描，扫描！先扔雷，再开枪。我是到今天才知道你们他妈连最基本的战斗常识都没有。后勤，你们的重生点都他妈到哪里去了？重生点给我他妈的扔一轮！我他妈，我看看，我要他妈提醒你们几年，你们才能记牢？左侧绕上去，重生点呢？重生点呢？出来你们就把两重生点扔掉。给我冲进来，慌个毛慌！这打法跟以前有什么区别啊？从你这杀呀！别在屋子外面晃，给我冲进去！你妈逼的，老子都在里面转了三圈了。
送他们上路。我 OB 杀了六个人，待会儿减去六个人，看看你们击杀比怎么样。还好没输，40万。那个大坦克要两个人一起丢，怕一排心炸的掉。那有点稍微不对，等一下。我这个杀的能力实在是太弱了，好好给我在安布室里面打。听我讲，打安布室，我跟你讲，用喷子真是没法用。乖乖的用 ACR 打，你用 ACR 吧。我这局就用 ACR， 上之前用喷子完全接近不了人堆了，进去不就死了。嗯 ，yes。所以说为什么我一直不用喷子就是道理。ACR 你用好了以后，喷子就是玩具兵。我跟你说，我根本一丁点都不怕喷子。那个什么 What the fuck 的 CU 我随便操的。S。哦，是 S 18。哦，对，是 A 型 ，SIS， 这好像不主力吧？他们都是两个 A 型在四个 B 型。我又忘了补装备，还是六套吧。占领台子，占领台子。妈的，这位置不好。伤害我当然要后勤，爬梯子喽！他们来了，先往梯子上爬，先往梯子上爬，往梯子上爬。你们现在不爬掉就爬不上来了，因为我不想把所有的重生点都扔不扔掉。我操！我操！哪儿啊？对面，操！对面房顶上。对面房顶上大量啊！对面两辆坦克啊，掉下来又干。有 real gun 的叫 real gun， 有 real gun 的叫 real gun。到他们肚子下面来，这边不算很强，不算很强啊！看到人就救，看到人能救就救。
哎，这都能砸起来。哎，我没子弹。换重甲 ，close fire，close range fire， 换重甲，他们全下来了。在前面房子后面，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在后面？都上来，都上来，都上来！操，不要犯怂、哦。还是用重甲，我们需要我们的那个队伍的质量，用重甲，用重甲。我们的人集中在房子里面，他们都在房子里面。OK， mode kill。把这边人全部打死。我操，哪能？等把他们顶在那个外面，把他们顶在那个外面。我需要放一发轨道炮，把他们顶在外面，不要让他们进来，不要让他们进来。进来了，往前顶，中甲往前顶，往前顶。哎呀，我们的傻逼队友们，我知道，我们的所有的队友全部在后面。呀，OK， 往后缩，往后缩，往后缩，让他们离开那个房子，往后缩。我轨道炮瞄着他们呢。送他们上路，送他们上路。好嘞，好的，赢了。这一发是精髓的轨道炮，送给恩安，再见。打完以后看一下战绩啊，我估计赢也是因为大徐在我们组里面，然后猫在我们组里面，少了一个新人，所以就能赢。刚才每次每一场都是很集中，就很 close， 对面就只有七到八个人头的优势，怎么还没结束？Last blood 的死猫 ，I'm so sorry to see that。三万，他们死了多少东西？Nice job， 哇叔，非常好，19杀 ，I'm proud of you。